欢迎收看梁队是有话好好说，欢迎你们，谢谢，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啊，大伙儿对我们非常的支持，节目是越做越好看。我们现在的主题是这样的，德云子弟来 PK 民间各路的高人啊，两支人马在有话好好说的舞台上捉对厮杀，相信这期节目会特别的好看。没错，那么先来看一下今天德云社都来了哪些人。熟悉，都在相声舞台上看过他们。对，但是今天呢，他们可能不能光说相声，也得唱歌，也得唱戏，也得跳舞，多才多艺。所以说我也是非常期待他们今天的表演。啊，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达人都有哪些位。来，咱看一下短片，来。